这不是那棵桃树吗？我又可以吃桃子了。你上拜见太子殿下。大理寺那边怎么样了？大理寺的人已经到了，正在勘察现场。短短数日，我东宫中竟然有三人出事。你留心大理寺的动静，一旦抓住凶手，本王必将亲自严惩。遵命。